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imon。来，今天玩我们 9.128 吨哦。这边的话，它的引擎马力的话得到了一个提升，然后其他的话 ，APC 啊改成 AP 弹，然后剩下的都没变哦。所以，基本上来说，我们 9.1 的话，这台的话仍然就是美国哈、哦、中规中矩，很好玩。小班喜欢的话可以研发。他今天的话很久没有上场了，来，我们让他上场一下。第一场的话，黑色淘金阵，对面的话140 BC 两台哦，我这边的话只有我一台，所以这样的话 OK 行，我先来点亮一波。我小伙伴那边的话，你看那个小地图，他们全都走去了一个 C 点，所以我是一个危险位，我已经被点亮了，被他们的 BC 点亮了。对，被 BC 点亮过后，然后他的那个 C 摔在这边。哇，今天嗓子有点痛，小伙伴多多见谅。然后这边的话来超级征服者，先给超级征服者来上一炮，我等下一定会被带走，我等下一定会被带走。所以这边的话，欧洲线来哈，我、哦、来了 OK BC BC 跟140都来了，这边的话刷一下 OK， 吃 BC 三炮，然后吃140一炮，回他一炮吗？来回他一炮，然后躲他一下。BC 进装填了，140应该会要追我。我们这边的话来跑一下，先跑一下。对，我天哪，来哦，果然哦，跟我猜的一样。小伙伴这边的话来一，而且是六台哦。他们只要六台去了一个 C 点，我那边的话肯定是一个牺牲打，而且他们很像抓得到我。然后我欧洲线。欧洲线还在这边，欧洲线也打得到我，然后蟋蟀这边的话也打得到我。超级征服者，你看他们这边的话完全就是进攻非常的慢。来，先把他们的那个 S7 带走，然后超级征服者这边的话要来打我。OK， 我只能打欧洲线，然后躲一下超级征服者。后面140跟 BC 打我的话都是直接带走。这边的话来，我帮他我自己稍微的争取一下，我们稍微的躲一下，然后140跟 BC 的话还在这边。我们让小班进攻，赶快来进攻，不要等了，不要等了，再等的话那个王花菜都凉了。他的140，你看超级征服者来了。 OK， 超级征服者刚刚开了一炮，来这边的话回他一炮，回他一炮，然后他会想打我。来，我们稍微的稍微的拖一下他，旁边的话140给了我一炮。来，我们再躲一下。 OK， 这台呆瓜来哦，这两台呆瓜他们终于肯上了。 OK， 把他带走，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来再坚持一下。 OK， 漂亮，蟋蟀主动起来了。这边的话我被带走了，然后来这两台蟋蟀不说，183这边的话更可爱，183直接玩一年的玩家玩183，然后跟我来黑色淘金阵挂机哦。 OK 哦，这个玩得非常的好。小伙伴说最近环境不好，基本上也像小伙伴说那样，新手玩家太多了，这边的话他们比较不知道我们亚洲的那个习惯、哦、所以打起来的话会非常的保守，不然就是完全不太会进攻，所以这边的话很容易输，就是这样。来，小伙伴那边的话蟋蟀，我们看他们自己会不会争取。你看这台 S4， 你看这台 S4， 来我这边的话点一下他的名哦，看他会不会上。不要骂人啦、啊、OK 哦，这边的话你打他的那个坦克的名字他大概就知道了，他如果自己有自觉的话他就会进攻哦。 OK， 他还在想着那台140，那个140会给他机会吗？ OK， 来，行，没有屁股没有躲好，然后 T71 这边的话来，哇，这个 T71 很夸张，不要再看那个 C 帅了，你好好看这台 BC25。 OK， BC 这边的话，哇，我天哪，这个你看他的转向，这个连 100% 的成员都没有，而且他没有加工会，应该是一个新手。这边的话 S4 要上 BC 装填好的话就会来把这台 T7 带走。对，他这边的话他们一定要快。 OK， 来顶啊顶啊顶啊来顶啊，哦，侧面没了，对对对，漂亮。 S4 这边的话来看我们的 S4 了，开炮了，我天啊，基本上哦，小伙伴如果是说新手玩家，你来到这个游戏，你可以先从你的那个操控开始，不用说急着啊打伤害打输出啊，要打得出来才行。
打不出来的话也没用，这边的话来用 BC， 对，用 BC 当一下那个掩体，然后摆看他摆不摆得到，没摆到就没了。OK， 有摆到就有机会。这边的话来开了他一炮，同时进装填的话应该是不相上下，对，不相上下。我们这边的话来 ，S4 这边的话要躲好，来面，哦哦哦，漂亮漂亮。来，我们的第一场拿下了。这边的话装填时间，我们的 S4 运气好了一点点。2023，小班这边的话来，这台 S4 不会玩，是一个新手。T71 这边的话，甚至连100%成员都没有到哦，32000多场了，资源应该也不少了。为什么？就是没有留金币开那个成员，发现四个敌人补助760，打了2023来第一场的话拿下了哈，我知道该怎么玩了。接着玩我们的第二场。阿尔捧史塔斯，然后对面的话有高手，对，对面有高手，所以这样的话 OK 行。对面一台那个4202很像是高手，我们这边的话不遑多让， VC 陪着我 OK 来。小伙伴的话对 VC，BC 这边，然后他的小伙伴来我们这边的话先点亮，先点人，有被亮吗？哦哦哦，有有有，有被亮，有被亮。来，他们的那个他们的4202跟那个 VC 的话 是在前面没错，然后103在这边要转场吗？小伙伴那边的话来我转场，对，4202果然在这边哦，我们转场，我们转场去集火他的那个重型，他反正他 VC 在这边，来这台，来这台，哦，这台 T57 漂亮了，来他已经进完装填了。这边的话来我们的白兔，来先断他履带，强制断他履带，然后想办法再断他第二次。来我白兔这边的话上了，来赶快赶快赶快，对，先打他，然后躲一下175不行，呵呵呵，来很痛，175吃了三炮，来四炮直接被带走，这太夸张了。然后他 VC 这边的话来装填好了，刷他的 VC 的那个驾驶员坏了，他这边的话来 他要往上来顶他，对，顶着他，不要让他走了，对，不要让他走，对，顶他顶他顶他顶好顶满顶好顶满，对对对，顶好顶满。来这边的话再刷我下班 S7， 刚刚开了一炮美川，1234567七台在这边，然后小班那边的话可以进攻，百兔103的话要来我们这边了，所以我们转场，对，转场让他们的那个 DPN 的话无效化。这边的话来小班上 T57 应该是装填好了，我这边的话来我想办法把他们的 T57 带走，然后现在的话来不要理他百兔跟103，直接下去抓他们的那个高手，对，救一下我们小伙伴，先把他们的这台带走，然后这一台的话来刷。可以可以可以。我的天啊，来哦，哇，基本上 一开打过后就是一个一波流，他们的那个来他们的那个小百兔，没有买迷彩的小百兔，来美川他打我一个炮塔，这边的话来刷他暴击400多的伤害，然后他这边的话他还会想要来再刷他 OK， 他这种平地的话他怎么摆都没机会，这边的话来他的那个103再来一炮，好好瞄准，好好瞄准 OK， 他哇我天哪，他坏我那个什么。来他没穿，他连续两炮没穿了，他应该很懵哦。来他栽在他栽在我手里了，这边的话来刷 BC BC OK 行，第二场哦，来拿下了哦。要很快，真的真的要很快，这边的话尽量的去做到最大的补助，4254阻挡伤害2000整。他们这边的话4202是高手吗？看一下 OK 会玩，没有说到很厉害，这边的话来运气很好，发现一个敌人补助零，打了4254，我们的 BC 哦，哎，不是 BC 啊，巴顿 N48， 接着往我们的第三场。不过第一场的话，基本上第一、第二场的话都是运气很好，尤其是第一场哦，第一场那个基本上已经是极限了。第三场的话，来看小班这边的话怎么做，对面的话有高手组队。只有我一台巴顿吗？只有我一台巴顿的话 ，S4 叫我坚守岗位。
OK， 好，来，我们去做到我们该做的事情，先把人点亮，不管他们要往 A 点还是 C 点走，这不是一个占领战，所以这边的话他们一定要派一个人上来，谁上来呢？超级征服者上来是最好的，对，这边的话超级征服者上来是最好的。我发现了一台 IS7， 对，发现了一台 IS7， 他这边的话来，好好瞄准，好好瞄准，看一下有机会吗？ OK， 他被我点亮了，然后我感觉哇，我天哪，你们太多台在这边了吧，大哥。 OK， 我下班这边的话是一波流，所以我要过去开哦。哎 ，T 七一的话是瞎子 ，T 七一的视野不好，所以我这边的话我要去开，然后大幅冲太快了。对，大幅这边的话冲得太快了，小伙伴那边的话很危险。OK 哦，呵呵呵，我天，来加油，我们要加油，小伙伴那边的话来，先把他们的那个想办法把他们的驱逐抓出来，应该是一波流了。S4 这边的话来，他喊我们坚守岗位，可是他没有发现到我们这边点了那么久，半台都没有，他还没退，所以这边的话被集火带走了。183大福这边的话冲太快，要稍微的等一下 OK 哦。有时候不要太急，就是这样。来183这边我要赶快去开视野，不然我们的大福我怕分分钟被带走。对，他这边的话他被集火了，对，他被集火，然后他的那个来，他的这台蟋蟀在这边。OK， 这场要凉，这场要凉。来 ，OK， 来，我要吃183一炮了。超级征服者，超级征服者把我点亮，然后他们的那个260在冲，260在冲。这边的话来，这边不能进攻。这种哦，这种很简单，他们就是 C 点过后开始一波流，然后我们这边的话，原地等待的比较多，就变成哦。你打到一半就要打回防了，他的那个 NK6 这边的话过来了，来，这台 NK6 先刷一下欧洲线，对，我要跟我小伙伴欧洲线一起集火这一台，来，这边的话好好瞄准，对，集火他，先集火他，然后260这边的话我喊一声坚守岗位，坚守岗位，坚守岗位，坚守岗位就好了，不用冲了，不用冲，欧洲线在下面，260这边的话冲过来了，来 T71， 他没能穿我们的那个 T71 哦，小伙伴那边的话来稳着。今天玩中型坦克非常的累，这个肯定哦，今天玩中型坦克非常的累。这边的话中型坦克的话不会察言观色的话，我们点亮点得很危险，然后扛线的话也很慢。小伙伴这边的话 T71 来到这边了，然后这边的话有一台那个 T57 先刷一下，然后来，这台 T57 的那个习惯是躲，他躲起来了，然后这边的话来先刷他，应该是装填中，然后这边的话有一台那个183，对，这边有一台183，183先把它打掉嘛。这边有一台，这边有一间屋子啊，然后183这边的话再锁定我，对，183再锁定我，我不能上了。OK， 183这边的话很像要过来，对，他要强行过来，来刷他，强行过来刷他先。超级征服者183先打。来183先打，吃他一炮。哦吼，来漂亮，来一个完美的机会。我这边的话来肾上腺素没不能开。OK， 行，来得及，来得及就好。他们小伙伴的话剩下一只蟋蟀跟超级征服者。蟋蟀好像是高手。OK 哦，那个是越南工会的那个坚韧的玩家。这边的话来，能赢是运气哦。来这边的话刷他的蟋蟀，七滴血，来用撞了就行了。来 ，OK， 不让我撞，来漂亮。不过他这边的话来不让我撞的话，也要被带走哦。第三场的话也拿下了我们的八哥哦，美国的小老大，运气好啦。OK， 小老大是假的，2275。小伙伴这边的话来都不错，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这个 OK 新手，他们工会的新手嘛 OK 也不算，有老手带哦。发现一个敌人补助领导的2275，来三连胜我们的 M48， 接着玩我们的第四场。第四场的话是古希腊 OK 哦，来小伙伴说想看，基本上这台巴顿的话虽然说它不差，可是在中型坦克里面的话选择太多了，还不包含那些收藏型坦克，所以这边的话它的出场率会非常的低哦。就是说如果是说喜欢美国坦克的小伙伴可以多多研发这台巴顿，玩起来是不错啦，你不要嫌弃它就可以了。
来这场，来我的手机有点卡，最近的话影片经常遗失哦，手机的那个效能开始不够了，这边的话可能要换设备，就是如果有换设备的话会跟小伙伴说。一台 T100， 对面有一台 T100， 而且 T100 这边的话是会玩的哦，大哥来，大哥，我还好他没看我，还好他没看我，所以这样的话 ，OK 哦，他没看我的话，这样有一点机会了。来，我们这边的话来看， 217也过来了，217也过来，小伙伴那边的话来，我要抓人嘛，抓不到人哦，他的那个 T100 在这边。T100 很像要走位，对 ，T100 很像要走位。然后他小伙伴这边的话，来这台100的话，我打不到。小伙伴那边的话，跟他应该是跟他们打起来了。这边的话，来谁冲谁吃亏哦。100在这边，我要上吗？这台 T100 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然后他小伙伴这边的话来了倒是没错，来可以这边的话可以先打217，先把他刷掉。哦，我天，来他的那个。他的 T100 又回来了，这边的话躲一下他的那个 T100。OK，T100 把我那个什么打坏了。哦，要冲锋哎，我后来冲，来让你冲，来刷你。OK， 这个 T100 会玩，我们这边的话要没了，来刷他，撞他一下。哇，我天哪，撞他，我履带还被他撞坏，有没有搞错？他的 DPN 现在下降了，没那么强了。之前的话肯定是被他带走，然后现在的话来，对他要绕我们，对，打他，344，然后他还在绕，来这边的话再绕 ，OK， 来再刷，哦吼，暴击，来暴击，我运气非常的好，没暴击的话就是我被带走了，然后这台217来没机会了，吼吼，他没穿，这边的话来刷他，哦，大哥，对不起大哥，呵呵，来他又没穿。来走位，打他，来赶快绕，这边的话来绕，对，绕，我天哪 ，OK， 我天，竟然让我躲掉他了，运气非常的好。我小伙伴那边的话来，你们进攻，我要支援，对，我要支援。他往后退，他们的那个 T95 没了，我还好，运气非常的好。我们这边的话来，我等我小伙伴来支援我。他这边的话来，对，他暂时拿我没办法，除非有人支援他。我感觉应该也没有人可以支援到他。对他们，我小伙伴那边的话是打起来了，然后这边的话来，我来偷一炮好了。哦，偷不到，差那么一点点。来这边的话小心，他这边的话我要偷那个九级欧洲线了，不过这边的话来要小心哦。我天哪，我的网路卡了一下，哇哦，那个风暴直接跳到10多%，你这场要输来 ，OK， 我被带走就不行了，我被带走的话 DPN 就不够了，剩下一只那个帝王蟹 ，OK 哦，我们的第四场要输，哦吼，还没穿，他打在什么地方啊？我天，来没机会了。OK，NK6 过来了。他们的话，一台、两台、三台哦，三台没工会。我们这边的话，我们的帝王蟹应该是新手，然后蟋蟀没工会，还有一台 ITC 开的试运哦，应该很早被带走。然后现在的话，来 T921。三台哦，三台的血量不行，我们的 T92 这边的话打不过。他顶多就是偷了一炮就没了，这边的话应该不用再绕了，应该没什么机会哦，除非他是谢里登哦，那又是另外一回事。我们这边的话来让他快一点，对，让他快一点，打不赢的话快点。我天，来 NK6 这边的话过来了，他的装填的话来，他完全就是跑不掉、哦。OK， 这样上，对，这样上的话，顶多就是再开一炮。来，我们的第四场要输。我天啊，来哦，进攻到一半，他们怎么跑去打一个 AB 点？应该是都朝我这边来了才对。3138。OK， 这种酱油伤害的话也没用，要赢也是赢不了。试运这边的话，来 ITC 的。
会玩哦，不过只打了一炮就被带走，发现一个敌人补助零打了3100，重型坦克这边的话应该是没怎么扛起来。 OK， 还是一台新手帝王蟹。来第四场要输，接着玩我们的第五场。第五场的话是一个新湾哦，谢里登跟 ANX30， 然后对面有一台 T57， 对 T57 会来吃我们，看习惯就知道了。我们这边的话来往这边走，我天啊，来 BC 你不要跟着我，完蛋了，他跟着我干嘛，自己去点亮啊，哇他跑掉了，有没有搞错，我天啊，来我们的那个 BC 跑掉了，所以 C 点的话有人在占领，然后他们这边的话有应该最少都是两台哦。我的小伙伴的话来对那边的话发现人了，然后这边有水，这边没人，然后他们的那个谢里登的话怎么会走到我们这边来，谢里登直接冲到我们家，然后被集火，4005也被集火， 那台 BC 已经没了哦。哇我天哪，他很呆耶，他这样冲去前面的话 OK 哦，就算小伙伴 在身边的话应都是先打他嘛，对不对，就九级的血量又那么低， 不先打他先打谁。这边的话来有一台那个 50B， 哎 R7 这边的话也没有，来这台 50B 先打，他没穿，然后来这边有人要冲了，他的那个来 NX30 先刷多一炮让他冲，然后欧洲九级也冲了， BC 的话应该是进装填。 OK 这样的话我小伙伴那边的话很危险，这台 NX30B 在玩一个那个跑车模式哦。我们这边的话要先抓，对要先抓这台 NX30B， 对要先抓他。 OK 他这边的话很 nice， 来 T57 把他带走了来这边的话还有机会，还有一点机会，虽然说没有五五开了、哦、不过还有一点机会，他的 T57 会进装填，对他 T57 的话会进装填，我们这边的话来刷他的那个 T57， 刷他的 T57 然后往前压打他们的那个帝王蟹，先打他们的那个帝王蟹，我小伙伴那边的话来对要被集火，所以这边的话来先打帝王蟹 OK， 他的那个 T57 装填好了，给我来上一炮，来这边的话先打他们的帝王蟹，我小伙伴100这边的话装填还没好，来他 T57 这边的话 OK， 来 NX50B 集火，我这台100，哇我天他还没打穿，我天啊，来哦这些混蛋真的，我天哦，我头都快晕了，我的那个手机效能已经不好了，他们还跟我这样搞，来我们的第五场也要输哦，连输两场，3650，来又是一个酱油3000哦，我们小伙伴这边的话来这个OK 哦，这游戏不是跑车游戏哦，不要这样玩，这样玩的话完全没有效果，就是娱乐罢了哦。然后我们的这个100的话来 ，OK 太糟糕了。T30这边的话来，为什么会被带走 ？R7 也是哦 ，R7 是第二台被带走的，来我不看了，都很糟糕。发现零补助零打了3650，连保护自己哦 ，OK 哦都保护不了。更不用说进攻防守打配合，来 ending 场这边的话赢了三场输了两场，看一下我们的 ending 场这边的话能不能不要输哦。 OK 哦、啊、刚刚那个小伙伴还给了我一只鸭子哦 OK 哦，我真的不想给你们赞，可是真的是太夸张了，这边的话不给的话他们可能还觉得自己玩得非常的好，所以这边的话有时候给他们那个赞哦，就是告诉他们这场的话表现得非常的糟糕哦。来我们进行我们的 ending 场，268 OK 刷268，这个268的机动的话来它不是一个完全体，我看它转向我就知道了，然后 T71 这边的话要过来， T71 的视野不够，小伙伴那边的话你看这些人他们异常的慢哦，这边的话装备的话一定要开哦，不管你玩什么阶级都好，
然后消耗品的话最好是都带上来。我这边的话，我们这场要学乖了，这场要学乖了，来爱上不上，我们先走位，先走位，我们打一个辅助位，不要打一个那个主导位，主导位这边的话没人配合的话肯定是主导一个寂寞。他们的183在这边，然后4202在这边， S4 在这边，然后他的那个 T57 这边的话要转场，对， T57 刚刚开炮了。来我这边的话，我们这边的话来小心，我负责打翻盘哦，他们负责进攻跟被带走。OK， T57 这边的话没了， T57 应该是没了，来我们去抓他们。OK， 这个时候我们跟着谢宇登上，小车扛大炮，然后配合我的那个3500的 DPM 哦。4202这边的话，来4202先刷。谢宇登进装填了，大概还要一段时间，所以这边的话，来这台先打。漂亮 ，T57 没了，然后4202这边的话，来 ，OK， 来我带走。哦吼，来行，漂亮。谢宇登带走。268来，这个的话勇敢的上了，直接做一个牺牲打了，哎，输就算了。来他的那个6868 ，OK， 68这边，哇、哦，你不要一直摆，我天哪，来哦，他是有一点装甲的，他如果这样摆的话，我们还蛮难击穿他的。帝王蟹这边的话，来帝王蟹要转身，对，帝王蟹要转身，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来刷帝王蟹，再见，来不及挥手。S4 这边的话，来这台 S4 就像我们上一场那台100一样 ，OK 哦。把自己保护得很好，然后完全就是没贡献没伤害。这边的话来一个满血2800留着，后面被我们集火。 OK， 他的血量就是这样用，剩下他了，来剩下他了， ending 场要赢了，来来来， OK， 好好瞄准， OK， 来刷你， OK， 来不扛线，不扛线的话就是被集火。来 ending 场我们取胜了，这边的话来很精彩。精彩哦，没有无聊的精彩。ending 场来取胜了，2937，我不负责扛，我们这边的话纯打补助比扛线好。然后小班那边的话来行，发现一个敌人补助199，打了2937来 ending 场没输哦。这边的话 ，OK， 今天玩八顿了，希望小班看开心。总共是赢了4场，输了2场，第一场2000，然后4000、2000，然后古希腊3000跟新湾3000都打了一个寂寞，然后 ending 场这边的话来2900取胜了。 OK， 我们这次的巴顿的话，它的引擎马力得到一个提升，所以算是一个平衡，没有削弱。你说它很强并没有，只是说刚好够用而已。小伙伴如果喜欢，哎，可以去研发。来今天的影片巴顿，然后向小伙伴看得开心，也记得帮上面点一个赞，大家点赞是我制作影片的动力，这边感谢大家。下一期呢，一样会做其他坦克改动的影片。那我们今天先这样咯，下一期见，大家拜拜。